在业内著有高声望南加州著名的审判出庭律师事务所郑伯仁联合律师事务所，为了答谢众多合作伙伴在过去一年的鼎力支持，19日是于 Pasadena 著名的诺尔斯人会所举办了2019年的圣诞晚宴及 VIP 的感恩之夜，诸多政商还有知名的企业代表出席，是宾客满堂。郑伯仁联合律师事务所日前举办2019圣诞晚宴暨 VIP 感恩之夜，当晚云集了洛杉矶地区知名企业雇主、高管与政界知名人士。郑伯仁律师曾担任过检察官、调停官，现任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南加知名审判出庭律师、美国联邦法院出庭律师、圣盖博股商会会长等，并连续多年被主流评选为超级律师及大洛杉矶地区最杰出律师等殊荣。真的很感谢每一个华人支持我们的律师楼，我要给每一个华人一个鼓励。鼓励是什么呢？旧的书要把它关起来，明年的书是你的，你有365页你可以自己写。我们华人我们已经在美国那么久了，可是我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新移民，特别从中国大陆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华人有价值，他提醒我们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我感谢每一个华人在2019年的支持，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讲说这是你的时间，所以谢谢大家。我们很感谢，就是我是San Gabriel 商会的会长，很感谢说有很多人今天有来支持，真的很感谢他们今天有这个时间，百忙张当中的话可以来，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有跟很多朋友在一起。对，我的目标是只有一个。我还是觉得我们华人在社会里面，虽然我们很有价值，我们贡献的很多，可是主流社会没有真正的看到我们的华人。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华人团结，不管你有身份没有身份，你就是美国人。所以要让每一个人知道说要站起来，要保护你的权益，然后要知道说我们在华人每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就是美国人。谢谢。郑伯仁表示，为在美华裔企业积极创建与主流社会搭建桥梁接轨的机会，是他服务社区的一贯宗旨。这也是洛杉矶地区名气多年聘请郑伯仁联合律师事务所作为代表的重要原因之一。天下卫视洛杉矶采访报道。